推背图，紫薇，乐嘉丽。你进宫的时阵推背图，是哦。学的啊，呆的啊，这是今天又太阳，再转过来我左边又太阳啊，天上奇怪啊，这来了这，城里面这么一个大月缺的，大月缺的，这就是晒太阳，出来又是月缺的。太阳，他知道白高啊，这又是太阳啊，赶紧转点圈啊。
场禀报下的天场。我的天哪，车都打得巴巴的响。
在耶稣杯，到你叫杯啊，叫杯，但杯实在哦，伊真个讲安尼啊，伊要讲个啊，伊讲天龙座伊真讲哦，这个人今麦讲个这个人就是推背图的。推背图，推背图，你讲我、喔，推背图，紫薇，你个家的，已经讲的是这推背图，是哦、喔。伊进宝山来，不伊讲，伊要讲话啊，讲，伊讲我就是这个啊，要给伊来宝贝啊。伊讲啊，伊讲我就是紫微星转世啊，唔是讲紫微圣人啊，要讲紫微星转世啊。对啊，伊讲你进宝啊，阿伯，听我说啊，讲哦。已经讲了，但姐你要补充了，所以不要紧了。什么？紫微星投胎转世降临凡间？已经讲了，你补看下。投胎转世降临凡间？已经讲了，你补看下想过无？哇！第一个想飞，好不？第二个想飞，好不？第三个想飞，到、哦。伊讲伊，好不？伊讲好不？第四个想飞，好起来，好不？第五个想飞，好不？六个想飞，去捡起，好不？七个想飞，去捡起，好不？八个圣杯，去捡起，好不？好，八个想飞，到卡飞。你讲安尼，我欢喜哇！八个想飞，天公做讲安尼，讲我伊即讲种叫人来拜，天公做啊，真讲我叫人来拜哦。有什么问题来我的天公庙找我，玉皇上帝、玉皇大天尊。紫薇圣人是道家预言的一位将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救世圣人，也是很多佛家预言提到的圣人，转轮圣王或者弥勒，也是很多西方预言提到的将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一位救世圣人，称其为圣人、救世主或者弥赛亚。圣人将来自东方之中华，所以西方预言的弥赛亚与佛家预言的弥勒、道家预言的紫薇圣人是同一位救世圣人。紫薇圣人将在2020年之际出来整患救难，乾坤再造，造福人群。下面是各种关于这位救世圣人的预言集锦。在道家预言中，首先是武侯百年机预言，该预言分为三段，最后一段预言了紫薇圣人会出现，即2033年前紫薇圣人会造福人群，并被众人所熟知。而且紫薇圣人是三教圣人同住世，即佛、道、神三教预言的是同一位圣人。另外，在传统热闹的新庄庙街之外，车水马龙的大马路边，有一间非常特别，而且香火非常鼎盛的庙宇。它的特别之处是起源于阴庙信仰，后来融入了佛教思想。
主祀神明也因此随之替换。但这样的改变并不影响信众对于原始神尊的崇敬。全部向西倾倒，然后把路行驶。